现在还记得在一路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，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，这城市这所有的街都没有，他说将来会找到，时间会给我答案，星期天在寻找依然没有发现，一个月后我去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，心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，当我正要走时，我看到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，耶，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，在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，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光滑的地上我摩擦，一步两步摩擦，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。雪峰下我看到这个身影，有时很远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，用滑板鞋天黑都不怕啊，用滑板鞋天黑都不怕，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，在这美丽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，摩擦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、一步两步摩擦，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。OK， 那我们晚上见啦，拜拜，大家吃好喝好。